堂堂重复，继续恶搞。如果你问边个做特首好，从娱乐嘅角度，梗系堂堂啦，唔忧冇笑料啊嘛。落区变瞓棺材，老婆咧变咗振英哥啊，仲做埋电影《傻仔》嘅主角都未够啊！我一间楼啊，三楼日产气都冇买啊嘛！冇钱啦，冇啦，真系冇钱啦！你要当三头啫嘛你？你哋啲保品多啦，系啦！你少爷仔俾人串爆，仲有呢幕。嚟啊！先嚟啦！我搞你都帮佢抢你一齐搞咩？网友即刻睇中 ，cap 咗 TVB 新闻，有晒对白噶，仲俾埋戏名，叫做梁唐会之中伏啊！笑佢踢馆前都唔做下功课。嗱，睇咁多旧嘢，都系想话俾你哋知，佢啲公关差到冇朋友咯。唔怪得帮开佢嗰间亚联正经顾问，同佢两个月合约完咗之后，唔再续约啦。消息话，唐唐唔再请公关公司啦，揾咗呢位靓女担大旗啊！如果我是参选行政长官的话，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每一位市民的支持。扮乜鬼啊！小圈子，你都是争啲选委支持啫。Thank you， 唔该。